钢琴巨星郎朗早前旋风式访港，原来是获委任为东华三院140周年慈善大使。做了这么多的慈善事业，从上到100多岁的老人，下到6岁、3岁的小朋友。郎朗向东华三院同学传授弹奏心得之余，还呼吁大家支持东华三院，立即致电18783333捐款，一起为慈善，为香港。